学大家好，欢迎收看城市设计 Visual Basic。上个讲次我们介绍了选择结构，就介绍了单一选择二选一，还有多选一的选择结构。那这个讲次我们继续探讨的是选项按钮控制项的建立跟我们的实例探讨。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讲次。好，今天我们要介绍是第八讲。那我们的讲授的主题是选择结构与选择按钮控制项建立 Part Two。 好，我们这个讲师总共有五个单元。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个单元，讲解选项按钮控制项的建立跟属性的一个设定。好，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在 Visual Basic 软体中可以自行设计选项提供选择按钮控制项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只能从中选取一个的叫选项按钮，就是 Radio Button 控制项，可复选。 若不选取的合起方块控制项 Check Box 可依需要选取来做设计的。好，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范例。好，这个范例里面呢，同学可以看一下。好，这一个地方就是列印范围。好，我们有三选一的方式。第一个叫全部，第二个就是把 Enable 设定成 False，第三个投影片，所以两个只能选一个。 包括后面的目前投影片，好，这三个里面只能选一个的方式，这种方式就叫选项按钮控制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什么时候要用它呢？在程式中需要设计多个选项的时候，且只能从中选取其中一个选项，这时候我们就用了选项按钮控制项，我们叫 radio button。好，若要从选项中选取多个选项或不选取任何选项时， 我们可以使用何取方块控制像 checkbox。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图示。好，这个图示里面哈，同学可以看一下，这是接龙的一个图示。好，它有总共有三个，第一个初学者、呃中中级者跟进阶者，三个只能选一个，这就是我们的 radio button 的一个方式。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讲解的就是我们的选项按钮控制像怎么样建立。 选项按钮控制上具有复次性，只能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当选取其中一个选项按钮的时候，它的 Check 属性值会自动设为 True。其余的呢，比如说刚刚有三个，我选择第一个，对不对？其余的两个选项按钮会自动设成未被选起的状态，那 Check 的属性值呢会自动设成 False。好，所以它具有复次性哦。 怎么样建立呢？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移动滑鼠游标到工具箱选项按钮控制项的图示，叫 Radio Button，按一下，再移动滑鼠游标到表单上拖移建立选项按钮控制项。建立完成之后呢，好，这个 Radio Button 的 Text 就是我们的标题文字，好，它是什么呢？预设只是,是 Radio Button 一，那你要设定我们的内部名称或物件名称 Name 呢？属性值呢，就用。 RDB 就是 Radio Button，我们简称 RDB，开头来作为前导致再加上它的用途，比如说选项 RDB Option。好，接着呢，我们用图示的方式来说明。左边是我们的呢，就一个工具箱，我们选 Radio Button，拖移到表单适当处放下来，就建立我们的 Radio Button 一。好，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外部名称，就是我们的预设标题，就是 Text。 接着我们来说明几个属性值。第一个属性值介绍是 Check a l i n e 对齐方式，设定选项按钮控制项的位置，总共有九种，就是我们九宫的方式。预设值是我们的 Middle Left。好，我们来先来将讲解这个方式。好，这个 Check a l i n e 就是对齐的方式、哦，跟 Check 的属性值。好，Check a l i n e 我们设定成 Middle Left。好，另外一个呢，好，我们也是 Check a l i n e 设定成 Middle Left。 好，我们就发现呢，那它就是一个一个是靠左，一个是靠右的方式。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第二个属性 text align 标题文字对齐的方式，也是我们九种排列的方式。好，预设值叫 middle left。好，接下来我们来说明的这个是 check 是否被选起，选项按钮控制项被选起的状态。好。 E 设置是 false，表示选项按钮未被选取，那个圆圈的里面没有呢被选取的。好，true 呢，表示选项按钮已经被选取的。好，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刚刚 check 值的一个属性。那 check 值这个属性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右边的这一个地方，我们选取了，所以它的 check 值设定为 true。那另外一个 radio button 二呢，它的 check 值设定成 false，表示它没有被选取的。 好，再回来看另外一个属性叫 enable 的是否有作用。如果出的话，显像按钮有作用；force 显像按钮是没有作用，呈灰色模糊状。好，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例子。好，这两个好，我们的 radio button。首先呢，我们把第一个 radio button 一的 enable 设定成出，radio button 二的 enable 设定成 force。经过我们执行之后，显像按钮二已经没有作用，它呈灰色模糊状。 成灰色某种状就没有办法选取的。接着介绍 visible。好，第一个 radio button 一呢，好，它的 visible 我们把它设定成 true。好，第二个 radio button 二 visible 设定成 false。执行之后呢，好，第二个选项按钮呢已经被隐藏不见了。接着我们来讲解第二个单元目标，讲解选项按钮控制项的一个实例的一个探讨。 我们来看这个实例，设计一计算电费的程式。使用者先进入用电的度数之后，选择用户别，再按计算钮之后，计算出应缴的一个电费。好，就像这样子一样。好，那我们要先进入用度的电数，选择是家庭用电还是营业用电，按计算钮就计算我们应缴的一个电费了。好，这个地方电费的计算方式呢，我们有两种。 第一种家庭用电，零到一百一十度的部分，每一度两块钱；超过的部分呢，一百一十度到三百三十度的这一个部分，每一度二点三。但是前面一百一十度呢，还是每度两块钱，就是前面的部分是二二零，再加上你超出的部分，每一度是二点三。如果你超过三百三十度呢，好，这每一度是二点六元哦。那如果是我们的营业用电呢，每一度都是二点六元。 我们了解了这个电会计价的方式，就可以来撰写程式了。为了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建议同学要写属性表。好，我们先从两个 button 开始。第一个 button 一呢，它是 v t n 就是 button，calculate 就是计算，所以它的标题我们写计算。第二个 button 的 v t n end 就是用来做结束钮的。好，我们的标签用电度数提示我们要进入用电度是 label title。 第二个电汇好，label title 二好，这是标签控制项的部分。label 三呢是我应角的电费，所以 label pay 好，两个 radio button 一个是 RDB home 好，外部名称是家庭用电，我们就知道原来你选择家庭用电了。RDB business 你,你选择营业用电，因为两个用电的计算方式不一样。好，ts degree 就是我们从文字方块进入你家里用电的一个度数了。好，我们来看范例，当我们按下结束按钮的时候。 我们产生是 click，那我们产 btn and click，好，我们主要是结束城市的执行。当我们按下了计算按钮，好，我们产生 btn calculate click，好，d degree 就是 D，就是我们的度数是单准度。好，那我们从 txt 文字方块 degree 点 text 输入之后，使用 value 转换设定给 D，就是我们的度数。好，我们就判断一下你勾选的是什么，rdb home 点 check 等于处你勾选是家庭用电。 这时候根据你的度数来判断，零到一百一十度每一度是多少两块钱。好，我们刚好这个范例介入一百一十度是家庭用电，按了计算钮之后呢，好就是我们两百二十元了。这是第一个 case。如果我超出的部分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我超出，而且我是在三百三十度以内了，case 一一一 two 三百三十。好，那这个二二里呢是前面一百一十度了。 再加上你超出的部分，低减掉一百一十度，超出的部分每一度是两块三，好，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三百三十度没有错，我们超过一百一是在第二个范围，就是二二零加上三百三十减掉一百一十，超出的部分的每一度是二点三，所以得到七百二十六元。那如果我又超出三百三十度呢？好，我建议是四百度哦，四百度已经前面两个都不符合是。 Case is 大于等于三三一，这个是前面一百一十度的部分，这是两百二十，就是一一到三百三的是五百零六，加上低减掉三百啊，三十四百减掉三百三十七十度乘以二点六元，好，再计算出来是九百零八元，好，这是家庭用电。接着呢，我们来看，如果我勾选的不是家庭用电，执行 else，好，就低乘以二点六，因为营业用电每一度都是二点六元。 好，那我们来看这样的范例。好，我四百，但是我勾选的是营业用电，四百乘以二点六，好，最后我们的电费就是一零四零。如果要结束程式的事情，直接按下结束钮就可以的。好，这是我们的范例。接着我们来介绍第三个单元目标，讲解合取方块控制项的建立跟属性的一个设定。首先，我们先来讲解什么时候我们要用合取方块设定多个选项按钮时。 可从选项中选取多个选项或都不选取时，就可以使用呢我们的合起方块控制项。被选取的合起方块控制项，它个它会打勾的，也就是说它的 check 的属性值设定成 true。未被选取的合起方块呢，它是不打勾，它是一个框框，check 值呢会自动设成 false 的。好，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范例。这个范例是新接龙的选项里面有三个合起方块，目前我们选择勾选两个。 全部都勾也可以，不勾也可以。好之后我们就按确定，就表示呢，我目前设定的这一个啊可以复选的合取方块的。好，其中没有勾选的是未被选取的合取方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建立呢？我们想要在表单好建立合取方块控制这样的方式，移动滑鼠游标到工具箱合取方块控制样的图示，就 check box 按一下，在移动滑鼠游标到表单上拖一建立。 合起方块控制项建立之后，它的 text 就是我们的标题文字，跟 name 物件名称的属性值，预设都是 check box 一。想要设定它的物件名称的属性值呢？建议用 chk 开头，就是把 check box 我们用 chk 为前导字，再加上这一个控制项的用途，譬如说出体是 check bold。 好，我们现在呢，直接首先先在我们的工具箱上面先勾取合取方块控制项 Check Box，好，拖移到表单适当处放下来，就建立了 Check Box，那它前面有一个框框。好，那这个 Name 就是我们的内部名称 Check Box 一、e,，这个 Text 是我们的外部名称，预设都是 Check Box 一、e、的。好，接着我们来看属性，第一个属性讲 Appearance 就是外观，设定合取方块控制项的外观。 好，normal 是正常，好，button 是我们的按钮，好，预设值就是我们 normal。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一个范例。这个范例呢，第一个方式，我们把 check box 一的 appearance 外观设定成 normal，就像这样。第二个，我们把 check box 二设定成什么呢？我们把设定成像按钮一样的，好，它就像按钮一样。好，接着我们再来讲第二个属性 check 的，好，就是否被选取，设定何喜方块控制项被选取的状态。 好，那预设值是 False 哦，表示合起方块未被选起，这框框里面没有打勾的。那设定成 True 呢，表示合起方块已经被选起的。好，接着我们来看 Check State。好，合起方块控制样被选起的状态，总共有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 Unchecked，未选起。好，合起方块未被选起。第二个 Checked 就是我们被合起的，合起方块的时候已经打勾了。第三个 Indeterminate 就是被忽略了。 那首先，它呈现灰色模糊状，异设只是 unchecked。好，我们这里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属性说明。好，第一个我们已经好这个 check，呃 check box 没有被选取出来是 unchecked。第二个 check box 二已经被合起了，所以它 check state 是 check。第三个呈灰色模糊状，就是 indeterminate 这种一个方式的。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是的是 enabled。 enable 这个属性呢，在我们所讲的每一个物件几乎都有，它是很重要的。设定成 true，合体方块公式上有作用的；设定成 false，合体方块没有作用，不可以选取，而且它呈现是灰色模糊状，预设值是 true 的。好，接下来是 visible，好，也是我们讲了很多物件里面都有的。 好，隐藏或显现的设定合取方块控制项是为隐藏或显现呢处的话表示合取方块是显现的 f o r c e 表示合取方块是被隐藏。预设值是显现的哦。好，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范例。好,好，check box 一跟 check box 二都是未被好我们的合取，它确实都是成 f o r c e 的。先把它 enable 设定成处，另外一个第二个 check box 二 enable 设定成 f o r c e 经过执行之后呢，同学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合起方块已经变成灰色模糊状了，啊，它已经不可以去被选取的，但是它还在哦。那 visible 是不一样的。好，check box 一，第一个我们把 visible 设定成 true，把 check box 二 visible 设定成 false。经过执行之后呢，我们同时也可以看一下，check box 二呢已经不见了，啊，已经消失不见。好，接着我们再来说明的是合起方块控制项实力的一个探讨。实力首首先呢，我们先来讲解题目。 使用合起方块及选项按钮控制项设定，就像我们图中里面自行显示的效果。那我们的文字方块里面呢是城市设计 Visual Basic，我们有三个选项按钮，分别是我们的靠左、居中、靠右。我们有两个合起方块，分别是粗体字跟加底线。有两个按钮，确定跟结束。也就是说，我们啊靠左、居中、靠右三个只能选一个。 那我们的效果呢？出体式跟加底线呢？好，总共有四种情况：两个都选，好，其中各选一个；好，两个都不选，有四种情况。好，按确定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了解。比如说第一个是居中，好，好，第二个呢，我们再看一下居中呢，但呃靠右，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别说明这个居中，但是呢，出体式跟加底线我们都把它加上这个效果了。 好，为了养成良好的习惯，我们建议同学还是要建立属性表。我们有两个 button，button 一跟 button 二。第一个 button 是 BTN OK 表示确定的哦名称，第二个是 BTN End 表示结束的。那我们有三个我们的选项按钮，第一个 RDB Left 靠左，好，我们还有 RDB Center 至中，RDB Right 靠右。那我们的那个 Check b o s 呢，有两个 CHK Bold 出题是 CHK Under 好加底线。 那我们的一个标签 lbl character 就是我们的城市设计 visual basic 分别来做它们的变化。好，我们来看一个城市码。我们城市码写在 from one load。首先预设，我们把这个字型，好，我们说集中，好选项的，所以 rdb center 点 check 我们设定成处的。好，出体是 chk bold 点 check 设定成处好，再加底线 chk under line 点 check check 等于处 好，那我们集中又是好，我们的出体再加底线的。那我们的字型怎么设呢？T S T 秀点 f o r m 的等于 new f o r m 的。好，我们新系名体大小二十四。我们连接呢就是 form style 点 bold、oh,。哦，好，这边请同学留下，一定要哦，form style 点 underline，出体又加底线。那我们的对齐方式呢？horizontal alignment 点升的集中对齐的方式。这是我们写的 form o n e load 啊，我们预设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喽。 好，那我们按下确定钮，它执行的是 v t n 啊 show 这个 click 这样的一个事件程序。好，我们判断 if chk under nine 点 check 等于 true。好，我们判断一下加底线的合起方块有没有被勾选，如果有，我们再判断 chk bold 出体字有没有被合起，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文字方块的一个字型 t h t show 点 f o n d 等于 new font 星系名题二十四 f o r m style 点 bold o 好，这边有一个底线哦 f o r m style 点 underline，那我们就变成出体字加底线了。else 如果我们只有底线但是没有出体的话，没关系，我们设定的方式是只有 f o r m style 点 underline。好 e n d if 好，再来用 else if 呢，我们继续往下判断，那我们有没有把出体字打勾呢？刚刚就先判底线嘛，所以。 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好，我们就去 else。如果我们 bold 有，那我们必须要加非底线的粗体字。好，就是 t s t show 点 f o n 等于 new f o n 的，新系名体，大小二十字 f o r m s i e 点 bold。那如果我底线也没勾，粗体也没勾，else 我就是一般的 regular，就是标准的一个 if，一个 end if。好，那这是内层的一个 end if。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还有。 两个三个很重要的选项按钮。第一个 R D B right 点 check 等于处，自行靠右。好，如果自行靠右，我要设定的是 text align。好，等于 horizontal alignment 点 right。else if 呢？如果我不是选自行靠右，我判断一下是,不是 R D B left check，是不是我们选自行靠左？如果处的话，好，T S T show 点 text align 等于 horizontal alignment 点 left。那 else if 呢？其实。 我们不要再判断了，但是为了我们保证我们都有勾，我们都有合取，好，我们就来 else if RDB center 点 check 等于 t 呢，自行集中。好，我们要设定它对齐的方式哦，TST show 点 text align 等于 horizontal alignment 点 center 好。好，end if 了，一个 if 好，作为作为万中选一的 end if 来结束我们这一个选选项的一个方式。那我按下选项按钮就结束整个程式的一个执行了。 接着我们来讲解第五个单元，就是我们的 group box 就是我们群组方块控制项。什么时候用群组方块控制项呢？当在表单上安排多个选择按钮控制项，譬如说我们有好好几个合取方块，有好几个选项按钮，那像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分门别列，用群组方块把它性质相近的控制项易于群组化，便于分门别列好管理跟操作。 所以，当群组方块啊控制项移动的时候，包含在其内的其内的控制项也一并移动了。那我们通常先建立群组方块，然后再在里面去建各种我们的选择按钮控制项。好，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方式。好，这个是扑克花牌的一个选项。好，它有第一个选花牌二选一，积分三选一。 但是呢，计时状态列跟移动时只显示外框呢，这个三种状态呢，好，我们就可以复显或者是不显，好，这个就是群组方块好控制项的一个意义的，好，这个就是群组方块的名称叫花牌，群组方块的名称叫积分，那我们的 radio 八，呃，那个我们的 check box 呢，它并没有设群组哦，好，怎么样建立呢？首先第一个方式，移动滑鼠游标到工具工具箱的群组方块控制项。 就是我们的 Group Box，按一下，再移动好滑鼠游标到表单上拖曳建立群组方块控制项。建立之后呢，才将 e 加入群组方块控制项安置在其内。就其他的好，譬如说我们刚刚所讲的选项按钮控制项和几方块刚才加在里面的。好，那群组方块控制项建立之后，Text 就是我们的标题文字跟 Name 内部名称的属性，e 设置都是 Group Box 一。 好，易设定我们群组方块内部就是 name 的属性值用 grp 就是 g r o u p b o s 的简写为前导式，再加上它的用途，比如说花牌啊 grp play 就是花牌群组方块的。好，我们来看建议的方式。首先，我们就到我们的工具箱的 g r o u p b o s 地方按一下，拖移到表单适当处，我们安排好了这个群组方块控制项了。 好，再把你要加入其他的选项按钮呢，和几方块公司这样加进来。好，那我们也刚刚讲过了，它的预设值名称就 group box 一、e,，不管是我们的标题文字还是它的物件名称，都是 group box 一、e、的。好，我们也分别来说明这个属性。第一个属性叫 text 的标题文字，就是标题名称呢，表示此群组方块的类别功能选项预设值就是 group box 一、e。第二个是物件名称叫 name。 设定群组方块的物件名称，供我们程,序程式城市设计师来使用。预设值也是 g o o d box 一、e。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范例。使用群组方块公式将建立一份调查表。啊，这个调查表就像我们表单的这样这样一个方式。好，这边有第一个群组叫类别，第二个群组叫年龄，第三个群组叫性别。好，第一个是我们的选项按钮，第二个年龄也是选项按钮，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合取方块，有两个按钮的方式。 首先，我们建入姓名之后，然后再选取性别，男生有男生的啊、呃、信息，女生有女生的信息，再选取年龄，好，一到二十岁各四个里面我们选一个，再选取我们的兴趣，好，根据所选取的选项的情况来回应不同的一个频段。那如果你在性别选男性的话，男，好，我们的称呼有两个，一个你跟先生，好，女性的话是您跟小姐。 那如果一到二十岁呢？我们给的评语是一到二十岁，都是大部分都是学生学业进步。二十一到四十呢，好，他可能是就业的，我们就写写建议他的评语就是事事如意。四十一到六十岁呢，主要是比较注意这种身体的养生、身体健康。六十岁以上，好，大概有好几代了，我们叫合家平安。那我们根据不同的好你的合许方块来勾选的话，给予不同的一个评语。 好，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建立我们的属性表。第一个属性表呢，我们的要建入姓名嘛，所以 L V，L, 因为标签控是像 name，请输入姓名。好，那后面是文字方块，所以 T S T name。好，预设值是没有的。我们有两个按钮，第一个按钮是 B T N OK。好，那就是我们按确定钮的时候就会产生呢 B T N OK Click。好，当我们按下结束钮就产生 B T N End。 好，那我们有几个清楚哦，group 这个性别好，RDB man、RDB woman 跟 l a b e l show 的一个方式。那还有年年龄的话，一我们叫一到二十岁，二十一就是二十一到四十，四十一就四十一到六十，六十一就是六十岁以上的。好，这个我们四个 radio button。那还有呢，我们的兴趣的地方好，我们兴趣有三个：C H K art 艺术，C H K sport 运动，C H K。 不可，Book, 我们的阅读的方式。好，接着我们来看程式。当我们按下呢这确定按钮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的 click btn ok click 事件程序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宣告 sex 跟 sex 一表示不同了。sex 表示您或你 1>，sex 一表示先生或小姐。s 好，s 是我们的平移，我们的兴息 insert 都是 string 的。好，我们用 if 判断。r d v man check 你勾选的是男生。 是的，然后这是 sex 呢，等于你 sex 一等于先生。如果你勾选的是 woman 女生呢，l 是名跟小姐，好一一个 if，一个 n d if。了。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进入姓名，我们勾选的是男生。好，男生的地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男生我们刚刚给两个称呼啊，一个是你，一个先生。所以呢，李文他是先生哦。好，那我们祝你好身体健康或怎么样。好。 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年龄来看一下，我们一到二十岁，我们给的评语是学业进步。好看你有没有合举一下？好，A 二十一到四十呢？好，我们的评语是事事如意。四十一到六十呢？好，我们的评语 S 是身体健康。六十岁以上是阖家平安。那李文先生呢？他勾是四十一到六十，所以四十一到六十回应的就是身体健康的这一个部分啊。好。好 接着呢，我们再来评断他的兴趣。兴趣我们是用合取方块的。好，check o u t 点 check 等于处的话，number 等于 number 加，我们累积一次了。好，end <果> if 了。好，check sport 点 check 等于处呢？好，我们又累积一次了，有两个兴趣了。好，如果 check book 阅读呢，点 check 等于处呢，它表示呢，它兴趣很好，它有三个。好，它 no 就是三了。好，那我们根据不同的 no 啊来做分别的判断，我们。 根据上一个讲是多方向选择的 s l a t case case 零表示我都没勾哦，好，那我们的兴趣里面的评语就说，请培养多一点兴趣。一呢，啊，如果只有一个有正当兴趣；如果有两个呢，有良好兴趣；有三个呢，兴趣不错。好，那我们来看李文，他勾选是运动跟阅读，所以他是两个 case 二，所以呢，他的评语是有良好的兴趣了。好，接接着呢，我们来继续来探讨。 平移的一个结构，平移的格式是 label sheet 点 text 等于好 t s t name 就是某一某一个人，好加上他的性别啊是先生，然后再连接呢他刚刚的兴趣啊换列了，这是换列，我们换列，他有良好的换列了。祝好我们的 sex 就是你或你呢，好他因为男生所以你好，再加上他的一个平移就是身体健康，这是我们群组方块控制项的一个实例。当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按下我们的结束钮。 v t and click 就会被产生了。好，那我们的重点是这样，在表单上有多个选项的时候，一从多个选项中只能选取一个，我们就使用选项按钮；如果要从多个里面里面复选，我们用的是合取方块控制项的这样一个方式。好，那下一个讲次呢，我们继续要讲解的是重复结构及其他控制项的建立，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让城市。 来绕圈子执行的一个系数了。我们要讲解各种回路系数的移法，譬如说有事先知道的，我们用 f o r n e x s 术数式的；事先不知道的，我们就用条件式的。还有第二个部分，说明潮状回路的系数跟我们的范例。这个讲次我们主要介绍是选择按钮控制箱的间跟实例探讨。好，下次呢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再会。嗯